五月二十九，台北国际小夜，全联二十周年来临的现场。这边提醒各位贵宾，目前游园潮众多，当我们参观至逸仙入口段时，请配合交通导引前行。前有背景，前面逗留，请跨越栏杆。为本次二零一九台北光之响宴全联二十周年感恩典礼的最后一天，更好的心愿还可以获得限量的希望更好悠游卡贴，在这边也邀请各位贵宾可以一起来参与祈福的活动。目前墙上已经有挂满了五万人的祈福，这边我们也邀请各位贵宾可以一起来与会。不要拍到，太明显了。再次感谢各位贵宾今天来参与我们最后一天的展览。在这边全联会议中心非常感谢各位贵宾，感谢我们的辛苦的警察长官、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感谢台北市政府。没有台北市政府的大力协助与支持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引进这样子传统意大利的。Lumina 也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，也祝各位今天晚上可以享受这最后一次的征战，最后一天的征战。全联会议中心，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。不要拍照，马路中央请不要拍照，尽速通过，谢谢。麻烦马路中央请不要拍照，往前移动，右侧走道不停留，右侧走道不停留。马路中间拍照的朋友请帮我靠中间，右侧走道是不停留拍照，右侧走道不停留拍照。拍照朋友请帮我靠中间，拍照朋友请帮我靠中间。都挡住了，有点监视，
是元山，要到第几天？全力服务中心，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，感谢您。